贾政和乡亲们，今天啊是贾政推选维持会长的日子，大家呢都在这儿耐心先等一下，马上就开始了。蒋金，嗯，上来。怎么了？不是，这是啥东西？哎呀，你这正好。 照张相，怂样。照。文生，今日が選挙の日だが、もうみんな揃ってるのか？啊。那个，你看看人到齐了没？到齐了。到齐了。到齐了。嗨，みんな揃っています。まだだ。まだ揃っておらん。你再看看是不是还有人没来啊？ 俺叔、俺大爷，違う。この間お前の家の玄関で会った娘が来ておらん。毒鞭说，他说这个玉仙儿怎么没人来啊？哎呀，俺家有一个就够了，就中了。哎，嗨，私が来ているのでいいじゃないかと。 ダメだダメだ。あの子が来ないと。うん。渡辺の孫子说，说尹仙必须得来。病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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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病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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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必ず花粉星を押すだろう。さっさと呼んでこい。はい、はい。龟田队长说，说这个玉仙啊，他必须得来。这样，还是赶紧去叫他吧，别让渡边之孙子去找他，更麻烦了。哎哎，好，马上啊，马上马上。二嫂，你回吧，你别选了。你把大嫂叫来，啊！中。这老三不想干自然是好，可万一换一个跟小鬼子一条心的，可就苦了咱们贾寨的人了。俺知道老三，他是不想干，不想背汉奸这个骂名，想让乡亲们不推举他，他心里就踏实了。他是踏实了。可咱贾寨人可就不踏实了。大嫂，咋了？他们让你去退居？为啥呀？不是说好一家一个吗？那个当官的日本贵子爹命让你娶，你快去吧。俺不去，不去不中，就等着你嘞。玉仙呐，去就去吧。哎呀，娘，快去吧，他们等着你退居嘞。去吧，啊，去吧。老乡们，现在人都到齐了，那俺们这个维持会长的推选会这就开始了啊！小军，啊，来来来，哎呀，你过来呀！你现在可是唯一的候选人啊！那好，你站到桌子前面。刚才啊，每位老乡的手里都发了一只筷子，这个筷子是干嘛用的呢？你们只要同意这个贾文清做维持会长的，就拿着手上的筷子到前面的桌子这儿来，把你手上的筷子插进上面的筷筒子里就可以了，明白了吧？好，那就开始吧。
卡布森才能压到个小的那种。选这个贾文清当会长，俺相信他，不会当汉奸。何と言った？彼女はカブン戦は優秀だと言っております。おお、そうか。はい。このような事態はもう絶対に起こりません。はい。隊員隊長は何か隊長。帝国陸軍兵が死なぬ百姓ごとき。ならん。絶対ならん。今後このような事態は断じてあってはならん。それは予想外のことです。犯人はきっと頭がおかしいのやつですから。何はともあれ、カブン戦は動員したのは不幸中の幸いです。しかしそれは仕方がなかったからな。笠井の奴らに殺しても殺したりん。隊長、いけません。我々の最重要任務は食料の確保です。今短期を起こせば、これまでの努力は水の泡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よ。
写真と新聞は間もなく出回るでしょう。ここの白鳥の目にもよく留まりますように。役務すれました。よーし、よーし。周辺の村々すべてにばらまくんだ。いいか、花粉星は我々に協力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のか。花粉星のやつは、きっと驚くでしょう。中国には比上梁山ということわざがあります。比上梁山什么意思？これは中国の故事です。説明するのは難しいですか？つまり説明するのは難しいですか？会長やらされたのですから。このやり方では種は納得しないことです。それはどうだっていい。望んだ結果でさえあれば、こうしてやつは日中親善の模範となるんだ。その意味がわかるか？はい、わかります。铁子啊，就这儿吧。这儿，走。墙上了，咦，这是啥鬼话？你们进去看看呗。哎，让开让开！李三哥，你看你看你看，在这儿在这儿呢。诬告！加万顷党宣了，未置毁章。你看看，这文清的照片，这啥东西？文清。不能下呀！哎，文强，你来看，你看一看，你看。哎呀，不就一张纸吗？你看这个标签，是逼俺呀！把俺逼成汉奸，他无法修。不行啊，汉奸是逼不出来的。只要你心里装着咱家里的人，那鬼孙瞎折腾没用。那他要是要钱要粮可咋办？该咋办咋办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以后有事儿大家商量着办啊。眼下最要紧的是把乡亲们保护好，只要人活着啥事儿都好办。蒋会长，看布告了吗？啊，这是你们蒋寨的大事儿，你可得多看几眼。俺们俩这就给你们村儿多贴几张去啊！铁嫂啊，咱刚贴了布告，咋就没了？嘿，哎哎哎，是不是底上的东西啊？咦，这是谁干的？吃了豹子胆了？俺干的。张万顷，皇军的布告你都敢撕啊？不想活了啊？我弄死你！金生。你金生，金生，你把手给我松开！你们两个人贴的布告，你们不知道啊？俺是维持会长啊，是你们不想活了吧？金生，把他放开，要打俺是吧？打啊，打打打打！一打吗？来来来，打打打！会长，您是维持会长，大人大量。我们哪敢打您啊！这骡子他不会说话，我替他给贾会长和乡亲父老赔个不是啊！贾会长，您，哎，好好好，滚滚滚！什么鸡巴？鸡巴鸡巴！换什么人？他三叔啊，你爱名声，等叔爹他回来呢，我把你的事讲给他听听，让他编成书。把其中的缘由呢都说给大家听听，
那谁也不会骂你汉奸了。哎，这个主意好。哎，就是就是。没啥，那空盘子你拿着它干啥？你敢黑咋的？继续着。是。你看，倒出了山了，一口粮食都没找到。他妈的，一定是八路有了准备。看来今天是弄不到吃的。撤。是。上去。是。那也比抢老百姓的好。啥是弄粮食啊？就是抢，是土匪。你再给我说一遍，你再给我说一遍，是土匪，是土匪。你他妈再说老子是土匪，老子毙了你！你背吧。抢老百姓的东西，那就是抢自己亲爹的，活着有啥意思？你他妈以为我愿意抢啊？啊！不抢，不抢你吃啥？啊？不抢你喝啥？啊？不抢你能活到今天吗？弟兄们早就饿死了，饿死也不能抢自己亲娘的。真硬着，俺谢谢你抬举了。但是今天，你要么毙了，你要么放俺走，反正俺是铁了心不在这干了。待在这儿，除了抢老百姓的，也不打鬼子，算个啥？这件事俺告诉你，俺今天不是逃，而是光明正大的走。你要是还想听俺说书，那就跟俺走。到了贾寨，只要有俺喝的，就有你吃的。你个书呆子啊！这是军队，你以为是走亲的呢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那中，你不走，俺自己走。你就舍得弟兄们，你就舍得李大白。他要是知道俺是为啥走的，他不会怪俺的。好，好，我看你小子是恩断义绝。我这庙小，敬不下你这尊大佛，我就不强留你，滚吧你就！小满，说书的，要是过不去鬼子的封锁线，就他娘的给老子回来！要去哪儿啊？俺要回家。要回家也得吃了饭呐，昨天晚上跑了一夜，饿了吧？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？姑娘，
昨晚是你救的俺吧？俺记得你说话的声音，谢谢你啊，姑娘，救命之恩永生难忘。你要谢不光谢我一个，还有咱八路军武工队呢。你们是八路军？不是，你女娃也能打仗？我们是文工团的，昨天晚上武工队护送我们过鬼子的封锁线，正好看见你被鬼子围住了，所以就把你给救了。啥是文工团？啥是武工队啊？这样，你先吃完饭，等你吃完了以后呢，我们首长来了，慢慢给你讲就明白了。来，坐下吧。请问姑娘贵姓？啥贵姓不贵姓的？我叫杨翠花。哦，俺记住了。翠花姑娘。今日无以为报，日后俺定会再来报答救命之恩的。哎，你不能走。为啥？我是在执行首长的命令，请你留下的。哎呀，八路姑娘，俺求你了，你让俺走吧。哎，你刚才不是说要报答我吗？那你留下就是报答我了。哎，你这……小杨同志，范政委，任务完成的不错啊。我说你这位老乡怎么不吃饭呢？啊，老乡，这位是八路军政委范天英，是他派武工队救的你。感谢长官救命之恩，你要是能让俺回家，俺更是感激不尽。你先坐下来吃饭，啊，等饭吃完了你再拿主意好不好？小杨同志，你们余团长呢？啊，一大早带小分队去南宿庄了，搞宣传，协助当地党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。余团长。小杨。范政委找你。老范，你这个大忙人，今儿怎么有时间到我这来啊？老余啊，我给你带了个人来。贾文柏，叔叔先生，是小杨他们从封锁线上救下来的，我准备把他安排上。好啊，我们这儿啊，正缺个说书的。贾文柏同志，欢迎你。哎，幸会幸会。敢问，你真是团长？是啊，这还能胡说的？贾文柏，我要带你见的就是他，文工团团长于丁同志。团长还自己挑水啊？咱们八路军都这样，你在这儿待下来，慢慢你就会明白的。俺不想在这文工团，俺想去武工队。我说你这个同志，一路上我跟你说那么多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俺就是不明白，俺咋老遇见爱听书的兵啊？俺好不容易从国军那跑出来，就是不想说书了。你在国军那儿待过？嗯。政委。那咱们进屋，让他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来，就这样，俺费尽了口舌才离开了国军。既然眼下只有打败鬼子，俺才能回家，那你们就让俺到打鬼子部队去吧。这书，反正俺是不说了。这真让小鬼子服软，那还得枪杆子说话。要是说书也能打鬼子，那还要你们八路军干啥？你说的没错，打鬼子靠八路军，但是有了你这个说书的，咱们打起鬼子来更来劲儿。啊，还是那句话，你们要么放俺回家，要么让俺上前线打鬼子去。贾文柏同志，你要上前线，你打过枪吗？杀过鬼子吗？这，说实话，俺倒是开过枪。可还没打着一个鬼子。后来，真枪术就不打鬼子了，一天到晚净让俺说书。你看，你光有杀敌之心，没有杀敌的本领，怎么能上战场啊？贾文柏，要不这么着，你呢现在留在文工团，跟我们余团长学学怎么用枪。等你学会了杀敌的本领，
咱们再说什么时候上前线。这于团长长得像个书生，会打枪？于团长可是我们八路军的战斗英雄，他已经杀死过8个鬼子了。啊？那咋还在文工团呢？因为文工团也要打仗啊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啊，那装，那留下。不过范政委，你可要说话算数。一言为定。不过你也要答应咱，你不能把说书给荒废了，你还得为乡亲们为我们战士说书，鼓舞士气。中不中？中，俺答应。老四，你说这张兆斗和那筹粮队这一天来无影去无踪的，后面还有小鬼子跟着，哎，咱也不好下手啊。哎，俺打听过了，这筹粮队的老巢啊，就在这个县城的鬼子老窝里。老四，要不咱进趟城，给他捂被窝里。那城里鬼子更多，而且道咱也不熟，那不更不好下手吗？去了之后，弄不好咱就得吃亏。俺想好了，咱呢，还是先在周围几个村啊，勤盯着点。俺就不信他就没有走道的时候。大嫂，大嫂，大嫂，俺跟你说个事儿呗。啥事儿啊？你说。你帮俺照顾一下俺娘，俺可能得出去一阵子，回不来。瞧你这话说的，你娘就是俺娘，有啥不能照顾的？哎呀，大嫂啊。你说俺娘平时对你恶声恶气的，你不生她气吧？不生，一家子人哪有把守不碰锅沿的？你说你不回来了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俺要去干点大事。大嫂，有句话憋在俺心里很长时间了，俺想问问你。你不少，你为啥要嫁给老大？老四，我忍心看着你一个人。老四，你说啥呀？老四，老大，老四。你干啥呢？跑这儿来犯浑，欺负自己大嫂，你还是个爷们吗？用不了几天，我就让你们看看咱们贾家大院谁才是真正的爷们儿。走着瞧。侯生，侯生，俺疯了，俺受够了，俺要报仇。你就是个窝囊废，哎，躲开！二嫂，这个咋了？这是老四太不懂规矩了，都是让二娘给惯的。这日本人呐，真把咱当牲口使唤了啊！你说你家啥命不好啊？非叫个骡子，天生拉车的命。赵九哥，俺们俩又不叫骡子，怎么也拉车呀？不叫骡子也是骡子的命。哎。你说，那皇军怎么突然间把马都给调走了？说前线需要马，马全都调前线去了，就原来给咱压粮的队伍全都调去了。那啥时候能调回来呀？俺哪知道？这你看我这条腿，那贾文坡那疯子给我刺伤了，还没好利索，皇军就给我派出来征粮。啊，俺说啥了？赶紧了，拉完晚上带你们去翠花楼。乐呵乐呵啊！好，象牙床上任你游。你看看，这么远的路，你咋不骑毛驴呢？哎呀，这大夜里的，再骑个驴叫出来，那不给小鬼子报了信儿啊？哦，你咋那么急？你跟小鬼子往赵喜姑家赶呢？嗨，自打见了那布告啊，俺心里就堵得慌。恁说，贾文清都当了维持会长了，俺还有啥理由不干？那贾家就是不地道，俺还扛着呢，那贾文清却当了汉奸。哎呀，随上几点得吧。哎，快点快点，这一带不是闹着玩的啊！哎，赵头哥呀，啊，俺是在什么劲儿了？老板，他娘的，俺也打不着啊！
瞄准了，给俺接着打！拉了，拉了，咱不拉混蛋，我真把俺当骡子了！别有车了，咱快跑吧！别有车了！他娘的，你抖啥呀？咱们枪马不灵，靠力量再打。盯住张兆斗，往死里打！中。和找刀都给小鬼子做事，咱还有啥脸说人家？你这金蝉脱壳高招了。哎，多一事算一事吧。鬼河呀，到了他姑家咱就回来。要是鬼天和赵爷问起来呀，就说俺病了，养病去了。俺知道，你放心吧。啊，你就不回来了呀？嗨，咋能不回来？这是俺家，出去多几天。等小鬼子呀，找着人当那个倒霉的维持会长，俺就回来了。你倒好啊，不知道谁又倒霉了。哎，这不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哎，孔飞，快躲躲，快躲躲，走走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絶好いたしますが。じゃん、警護を固めろ。敵に油断を見せてはならん。はい。抢粮啊！有没有看清楚对方有多少人？天大黑没看清楚，但火力很猛，估计又有百十来人吧。隊長、説明します。聴取をした食料を奪われた。やつらの人数を聞くと、暗くて分からなかったそうです。しかし、銃声からは100人を超える人数。だったそうです。銃声からはごく少数だと判断されます。もしかしてこいつらは嘘をついてるのでは。隊長。こいつはそんな奴ではない。嘘には思えん。渡辺、兵を集めて貴族を得、食料を取り戻せ。はい。哎呀，虽然没有杀了张兆斗，但咱弄了一车粮食，咱也不赔本儿。老四。这要是有匹马呀，就更好了。对，是啊。你想啥呢？啊，就这还马呀？自己拉吧。什么？套车，快点，快！抬车，阿金呢？还有，干嘛呢？阿金呢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不能拦了，小伙子来了。是车。もっと探せ。はい、探せ。哎呦，赶紧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！哎，小心点！李三哥，咱真的要回家？不回家咋弄啊？哎呀，要是小鬼子硬逼你当维持会长咋办？哎，再说吧，这兵荒马乱了，总比死在道上强啊！说，
你放心吧，俺身上这家伙可不是烧火棍子，能保住你的安全。就恁那老脚丫的破活虫子，长成样子还肿，真的遇上硬茬子呀，不顶事儿。哎呦，是啊，看着点儿。老天爷对咱哥俩还真不错，没抢的粮食，那么点现钱也中。五四，看着点，小心。站住！把钱留下，主任趴下！想鬼子来了咋办？走，撤，走，撤，撤，撤！马同志，给你有义兄。哎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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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柱子，今天多亏了恁了，回家吧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别动！哎呀哎呀哎呀！小云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咋是你啊？这么晚了，你们咋在这儿啊？啊，嫩骨病了，俺去看看他。不对呀，刚才俺在路上，可是听见有枪响，出啥事了？有土匪！土匪？对，遇着匪了。对，哎呀，土匪在哪儿呢？有没有看清楚他们有几个人？没看清，跑了。隊長、説明します。父は病気のおばを会いに行くとして、その途中でひつく出会ったそうです。私は何人がいたのかを聞くと、あまり暗くてわからなかった。つまりそういうことです。長老人、教えてください。貴族はどっちへ行ったんです。帝国陸軍が成敗し、皆さんを守りましょう。鬼子队长让你们不要怕啊，皇军会保护你们的。问你们呢，这个有没有看见土匪往哪个方向去了？那边啊，하지하지です。喂，早く早く。中原。
故乡的。